大家好，就嚟开波啦吓，两队而家咧就先礼后兵握个手先。大家好，我系吴家谦，今日咧就为大家评述呢一场比赛啦。我都好开心啊，可以同 Keyman 做拍档，佢有好多年嘅丰富广播经验，大家都知啦。今日啊跟佢学下嘢啊。哇，家谦啊，你咁讲啊，其实我都系睇你讲新闻睇大嘅啫。不过咧都好开心啊，今日能够同你拍档，虽然我好多年冇讲噶啦，都要出嚟讲下啦。哇！想夹硬过人，向前场嘅传出，守得好稳啊！呢个情况佢处理得唔错啊，高空传球，龙门接到啦。呢球波过唔到啦，侧翼走位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，向侧翼传球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，吊高个波向住侧翼。挡住咗，起脚，传埋去中路，应付得唔错啊！个波传向左翼，好拉开咗个空间啦，跳起一顶，入咗，呢一下传中靓啊！顶嗰个咧都唔使花几多功夫嘅啫。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啦。结果咧，对手唔够佢争，几乎大难无，打破僵局。话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向右翼传出，呢脚波啊弹咗出底线，角球嚟嘅。边个会追到啲球波啊？亚科比，你有冇入啊？救得好，反应快到咧，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而家睇嚟今日你要喺呢个龙门身上入到波，应该都几难啊！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，掂唔掂咧？中未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起跳啦，顶个位置唔够好啊！呢个波进攻都系几美妙啊，防守啲球员都挂住睇啊，唔失波咪算你好彩啦。维达攞翻个波，呢下应该都俾球证罚噶啦。咁远都够胆射门，好嘢啊！够胆识，唔够运啦。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试下握埋去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耶莫兰高可以试下切入。耶莫兰高将个波握入去中路，完全冇威胁嘅。嗱，虽然呢个波唔入咋，不过反击咧，好明显系佢哋呢队波嘅杀手锏啊！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伊比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质素争啲啦。传个波入嚟，耶莫兰高，呢个波就去唔到目标度啦。呢球波过唔到去啦，个波向前传，个波传入禁区。啊！呢球波飞埋去，真系够晒胆识喎！
呢啲咪鬥志咯，成個人飛埋去，係唔中籠啫。向前場方向嘅長傳，好守得好好啊！個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波踢翻去安全地带先，直接长传，劲字，头正判角球，系界外球，侧翼传球，截咗啲球波啦！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呢个直线靓啊，有机会，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史坦尼拿斯。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截得好，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马路斯扬克传到前场啦，向前场嘅传出，传个波入嚟，防守球员解围。球正吹雞，上半場夠鐘啦！我諗佢哋都應該咧幾滿意上半場嘅表現同埋個比數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維持住嘅氣勢去到完場啦。幾乎大難忘，半場領先1-0。個波向前傳，麥斯格拉道，格拉道啄入禁區。大脚解围，佢哋嘅防守啊，真系冇得弹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啊，几有心思喎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伊比望过嚟，嗱，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，身形占优啊，向前场方向嘅长传。试下握埋去啦，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同龙门单对单，突破咗啦，呢球入啦，领先住两球都怕请安全啦啩？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。但嚟到龙门口呢啲埋门咧，就应该系咁噶啦，最紧要冷静，跟住咪搞掂。几乎大难无，领先两球可以松突，好明显系犯规啊！球证谂都唔使谂啊！上次就净系收到口头警告，而家知结果系点啦？好明显佢嚟紧系要扮呢一个乖学生噶啦，因为球证一定望实佢嘅，再犯规一次咧就玩完。配油，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射门啊，救得好啊，真系唔惹少啊！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嘅。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咁想话试下玩下乖巧啊，只不过就争些少。嗱，粒射呢啲嘢咧，确实唔系好容易处理嘅。马路斯约克，
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嗱，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，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一脚踢走呢个波 ，hold 住咁耐，但系完全冇结果嘅。呢个直线靓啊，冇举旗，踢入中路。呢下横传咧，同佢想象中系差咗些少嘅。相信佢期待紧嘅唔系一个咁样嘅传球咯。向前场嘅传出，一脚地波送入去，呢一次仲唔点？咁都唔使失，真系有运啊吓！佢反应好快啊，睇住对手松散咗少少啫嘛，即刻把握机会反攻。跳高一摇，又整到球，完全唔收手啊！呢一场波嘅结果可以话毫无疑问啦，个角球斩得好啊！呢个波咧，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啊！龙门完全冇得救，几乎大拿无遥遥领先三球。呢个是界外球，耶莫兰高、马路斯约克试下长传，马路斯约克呢一球啊，俾得麻麻地啫喎。其实他看得局势很清楚的，是比波的把握呢就差一点过不到对手。这个会是界外球。又是界外球。试下压埋去啦。真是好波啊，被他捉晒路啊。过到了过到了。得翻一個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好機會啊，可以解圍啊！龍門口整個頭槌，頭槌撞埋去，不過方向啊唔啱。维达抢球正吹鸡犯规啊！咁远咧就唔好射啦，盏嘥咗嘅啫。呢球波佢几有机会噶，直射啱啱好啊，将个波啊挡咗出去。过到人啦，犯规，球正判罚球啊！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冇犯规啊！球证啊话继续比赛，望两望就射啦，够得靓啊！个波向前传，龙门球，个波传向左翼。
轉個方向先，佢越咗位啊！呢一個係最後一球，幾乎戴拿姆壓倒性勝出，哇！順道咧，對手想追都冇得追啊！喂 ，Keyman， 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啱先場波啊？咁今日贏波呢隊咧，見到佢哋咧喺兩邊嗰啲出波咧，組織咧係好勁嘅，終於咧都係令到對手投降啊！兩翼齊飛咁嘅打法咧，其實多少亦都有啲風險嘅，不過呢啲咪就係高風險高回報啦。比賽結束，我哋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噃。要多謝 Keyman 啦。